他的自贡又呢，把我们的视野打开了，心胸呢也扩大了，还有呢，在这个区块里面是无怨无悔，然后不争不取，在这种状况之下呢，我们交到的都是真心坦诚相见的好朋友。我虽到马祖呢，第一个是马祖战地风光，信任我。欢迎大家好，我们欢迎我们大家长，我们的谢局长来到我们会场。大家辛苦了，今天下午特别来参加这个我们这个志工大会，那么后来终于这个摆脱了一些事情的纠缠过来。好，他是管束的陈大哥，这里陈大哥。Thank you.
感谢今天大家的参与啊。局长刚刚交代哈，让大家一定尽兴。是，没有倒下不可以回去。有你真好，有你这么热情的带着这一份心来到这里跟我们相处。我请到工作团队三山国家风景区的各位工作同仁，好不好？谢谢。等一下，我们要进去的。那我们这边是对，我们这边都可以泡汤，那都可以什么？都有。在带领游客哈，你可以让游客得到喜悦，然后可以让他玩得尽兴哈，所以这是我最高兴的事。来看哇嘞，看哇嘞，耶！其实踏入这个志工这个行业是一个意外，但是进到志工这个行业才知道说，志工行业其实是多彩多姿的。那我喜欢的游山玩水，那我团队我一个偶然机会发现到台东的山海这么的漂亮，那又怎么样去把这个景点啊，帮它发掘出来，刚好帮我们他们激光回春天。各位有机会到我们这边来，谢谢各位。当然，我也有在其他的地方担任志工啊，但是在感觉上哦，你看国家风景区是特别的棒。让我算是下半段的人生里面呢，得到很多很多的启示和进步。这几年来，能够成为花东纵谷的志工，我感到非常的荣幸哈。这也是我们志工的一个殊荣。好，我们这里了。我们在这个有限的生命里呢，我们能够尽量的去回馈社会，所以这个也就是我当志工的最大的动机。那我本身来讲，因为我的个性就很喜欢旅行，尤其我很喜欢跟所有的朋友分享我的经验，以及我在这个生活中所谓的尝试。我就唱了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，因为这句话录取了。